Hi, my name is Lily May, and I'm the mayor from the city of Fremont. Congratulations on the upcoming Chinese-American short film, Silicon Valley, The Arrow Through My Heart, which will be coming soon. 归心似箭正在播出。老张啊，今天雨水好多啊，一直下个不停。干什么呢？有点太阳影子是啊，你也是中国人。哦，我也是啊，你是中国人，好了，你是住附近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就是在这附近。哦，那就好了啊。什么，过来读书还是工作啊？哦，过来给儿子在这读书。哦哦，人哦，这样也好啊。我从前也是过来读书的，人口也留下来了。不容易啊，在这自己打拼的都不容易。对，我儿子也想以后能留下来，现在在做实习呢。哦，那你一个人来？是啊，一个人，一直是我一个人照顾儿子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他这样吧，我住这里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的快来找我，我们商量商量，如果我可以帮你的，我一定帮你的。哦，那就多谢了。那这样子，那以后见。再见。是赵宝林和李青的第一次见面，两人因为住得不远，经常碰见，也互相照顾着，久而久之，在对方的心里都留下了彼此的位置，随后便在美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两人的孩子都大了，赵宝林的儿子建军经国内亲戚介绍后，和来自于国内老家的王莹结了婚，婚后生下了小孙子。李青的儿子大林在硅谷科技公司上班，也娶妻生子，一大家子日子过得平凡快乐。
在赵宝林患病后，建军被派回国工作一年。李青对赵宝林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没有半句怨言。而就是因为这，赵宝林的媳妇儿王莹对李青有了不同的看法。早，我去倒水去了，你再躺会儿。就少说两句吧。哎，你有什么资格在那边跟我讲啊？你就是我爸的保姆。现在啊，怎么着看我爸是病了，跟你儿子干嘛？抢房子？现在你儿子三天两头的往家里跑，哎，怎么着这些心思你有我是不知道啊。莹莹，我跟你爸结婚都八年了。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哎呀，你是讲的好听，你这女的电视里我都看多了。滚！好，好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看你儿子给不给你养老送终。我跟你讲，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啊。巧在这里见到你们，亲爱的，你也来买菜呀？今天是啊，我们已经买完出来了。宝宝贝贝，你们好。两个李阿姨好。你们好，今天有中文课要上不？是的，今天在一点钟。还考试了？嗯，还没有。哦，那好舒服哟。对对。亲爱的，我们去那边聊聊好不好？这边挡着人家路了，去那边好好聊聊。好。那么可以去那里玩吗？好的。谢谢妈妈。我们去那边玩哈。老李，你们家老赵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好多了。听说老赵他儿媳妇最近又来闹了。
哎呀，我劝你离开老赵算了，看他儿子怎么办。我看他的儿媳妇也照顾不了老赵。老李要是走了，老赵就可怜了，就他那儿媳妇。老李要是被气走了，老赵的罪就有的着了。建军不在家，随他闹去吧。老李啊，我劝你啊，让老赵千万不要把房产证过户给他儿媳妇。要是哪天他把你们赶出去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怕啥？老李他还有个儿子呢，他儿子多孝顺呢，大不了到他儿家去住。嗯，老李，你们家大儿子大林过来了。哎妈，阿姨们好啊。大林，今天休息啊？对，今天我们放假呢。大林呢、啊、上次多亏你帮阿姨把旧柜子扔了，现在阿姨的家快好多了。没事，阿姨，下次有什么扔钱的好机会记得叫我，直接扔我兜里了。好、啊、这孩子，这样吧，今天休息，我请你们饮茶。啊、不了，阿姨，我们还急着回家做饭呢。妈，我们先走吧。好，等会儿啊。来，我来拿吗？没事，阿姨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我们下次有空出来再好好聊聊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宝宝贝贝，出来吧。哎，我们要走了。再见。先吃，不用等我，马上就好。你也快过来吧，一起吃。孜然牛肉。哦，不错啊，很香哎。你们快吃，来来来。哦，那个我给赵叔买的药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了，你别忘了给赵叔按时吃药。好。嗯。多少钱？妈给你。给啥给啊，赵叔这一年都进了几次医院了，你们老两口的钱早就用得差不多了吧。还有妈，这个我给你们办了一张银行卡，每个月呢我会往里面放一点生活费，你们呢，你和赵叔好好吃，好好买点好吃的东西。这不能要，不要不要，拿回去。媳妇没工作，孩子还小，奶粉料不是哪都花钱，我们够花，不用给我们了。妈你拿着吧，你们老两口啊，身体生活好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那爸，你们收着吧，来吃饭吧，张叔。那爸，有你爱吃的麻婆豆腐。哦，很好很好，啊，来吧。儿子知道你喜欢吃，特意做的。哦，谢谢你，更好了。那个小年糕现在睡得怎么样？还是两个小时醒来一次？嗯，不，已经好多了。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的整觉了，我们压力已经少了很多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工作忙不？还行，有点忙。我马上吃完饭还要去开个会呢。注意身体，现在带小孩子辛苦，工作又辛苦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。这个豆腐不错啊，谢谢谢你啊。嗯，你看了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看了、啊、他那条时候放在那个小猪一样的我看你打不起，我从来都是这么打，看看。没有啊，这都很帅的。嗯，还有呢，你看，看你姐姐玩，这个是妹妹，沙田上个沙田的地方，我都忘了是什么地方了。澳门，那个是澳门，还是什么？就是他姐姐带我们去的。三百年出名的那村村，一百多年前那个全家是来取的，可是后来就火烧了。你去了很多地方吗？啊，他们都带我一起去了。
霸占我们家老爷子房子的事儿干嘛呀？快别人知道呀！莹莹，这在外面不是在家里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嗯，嫌丢人，好的呀。你给我爸灌迷魂汤的时候，你哪能不晓得丢人呀？你，啊，这些年啊，我爸的工资都给了你吧？好的呀。不满意，跟你儿子干嘛？抢房子？我跟你讲，老爷子这房子给儿子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你看这房子一天不过户过来，你看我能让你一天住得消停？我说小莹啊，你说话也得讲点良心呢。你公公他半身不遂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已经3、4年了，这一年来，他还隔三差五的去住医院。你给过他钱吗？你买过补品来看他吗？老李他照顾你公公，那可是尽心尽意的，我们娘俩都看在心里。你不感激他，你怎么还骂他呢？啊，他那是照顾我公公了，他那是惦记房子呀，爱我爸啊。以前一直说这房子可是给我们的，那怎么着现在不乐意了？你跟我讲，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啊，我怎么说话了？我说的可不都是事实啊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吗？轮得到你个外人来跟我讲三讲？莹姐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这事跟长辈应该有的态度吗？哼，妈，这事咱不管。哎，大林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来了。哼，哎呀喂，你看呀，我真的是嗑瓜子啊，嗑出臭虫来了。哎，你又是哪里来的呀？哎，你这人会不会说话？小心我打你啊！哎，你算什么东西啊你？你敢打我？好，你们母子啊，我看就是狼狈为奸。怎么着？现在看我爸是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干嘛呀？抢房子啊？妈，咱们走。我走，我走了，你照顾谁来照顾？妈。妈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奶奶？她对我们这么好。你上次生病，她还给你炖了鸡汤，忘了吗？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爸爸今天回来的，他没告诉我们，想给我们个惊喜。静君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被派回国这一年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爸和李姨的。你听我解释啊。儿子说你到爷爷家，我还以为你是来照顾他。我到家放下行李就和儿子赶过来，没想到你
释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不用再解释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姨，每次打电话，你都说王莹对你挺好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走，儿子，跟我回家。干嘛？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这次演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？他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把握、非常有想法的人，所以说他希望把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不能让别人去掠夺他的资产，然后占了他的利益。所以他会跟剧中的他的小妈以及他的公公会有一些争执，然后极力把握自己最大的利益吧。确实理解他的过程中也不会觉得他是错的，但是每个人的想法跟定位应该会不一样。好，你看着镜头别看我吧。我叫王献义 Sunny。 等一下，我就说英文名吧。都行，看着镜头，看着镜头。然后这段需要剪掉了是吧？因为我说错了。我要剪吧，不太好害羞的。表演经历算是在桂心四溅的桂心自荐拍 trailer 的时候吧，就是那一句后够了，然后好像一举成名，打引号的啊，一成名。答案应该是 yes， 但是听说成名也会带来一些麻烦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些麻烦越多越好吧。老头子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房子好大呀！我跟你说，怎么好看？我跟你说，得挂一个。谁都逃不过这四季轮回，谁都追杀，谁都逃不过。昼夜轮回，夜来了别怕。在渺渺时间，你想为谁升起火焰？在渺渺时间。你看我们干嘛？你看我们干嘛？我儿子，我在哪里？我好想。
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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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